本身是一个内科医生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一个消息说现在出现了大量的肺结节的问题。肺结节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大家戴了3年的口罩，我们这口罩是什么做的？我们的口罩的成分是无纺布，无纺布是有纤维的，这个无纺布纤维进到我们的肺泡里头，我们人体的吞噬细胞、免疫细胞无法吞噬它，只能包裹它，所以就会结节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的口罩的一次性消毒剂是环氧乙烷，一种化学物质。环氧乙烷是有致癌性的，你每天戴着口罩，你是在给自己的肺、给自己的身体在增加压力，所以你的免疫功能足够对付这一点奥密克戎，能不戴口罩就不戴口罩。好，我抖音。